前面一点点，
不行，可以吗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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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
好，你就错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们绝对错。好，贝奇要上去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你理所当然叫我上？因为你是男的嘛，你把阿里巴巴扶一下，帮扶。我觉得因为你膝盖在上面嘛。哇，他臀部不小哎。哎，你看看，要不要倒了？右一点。要像你自己一点点，要像你自己，要像你自己，够不够？ OK， 屁股不要碰到你的屁股。哦哦，对，忘了屁股很大。先放一下。好，马国贤苦战。哎，很大哦。那有啊，那有啊，那有啊。哎，马国贤那个很好拿，但是不好放哦。不好放，不会，怎么会不好放？再摇了，再摇了。好，可以。放得上去。哎，我手开始出汗了。人家国英姐真的，你那么紧张干嘛？就看着很，看着就很紧张啊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啊！玩大一点，你会后悔的。马哥，你太凶了吧？平的吧？三秒钟啊，太快了。平的，平的不要这样子。要平的比较稳吧？哎呀，好可怜。马国贤，你真的会后悔。平的吧，哇！真的要那么坚持吗？不要啦，晃了晃了。我根本不会赢的哦。好，右边一点，好，右边一点，要倒了，倒了。不是哦，右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右手边对，在右手边一点点。阿胖过来，快点，我们快要赢了，快点过来！不行，加油，一定可以的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在镜头前面准备。哎哎，没了，耶！三秒钟，快点，反正马国贤你好厉害哦！倒数三秒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其他人都不要动哦，让你们快，大家不要大声鼓掌，不要大力踩。箱子，还拿一个球，球在我手上。好，这不是我的问题嘛？所以刚刚是阿庞动了一下下哦，因为我们刚其实也不管动不动，因为一二三已经数好了。对啊，好，所以说是阿庞输掉了哦，恭喜马国贤这一局。好，马国贤跟箱子来参加我们的大玩家，正奖游戏大玩家。